第十题，元素周期表中，直排为周期，横排为主。同一族的元素，其化学性质相似。元素周期表中的确，同一族的元素化学性质相似，但是它是直排为主，横排为周期。所以呢，前面的直排为周期，横排为主是错的。第十题的说法呢，是错的。